左营的眷村美食食物也数不清，随便一间都好吃到要掉眼泪。导演让工作人员饿了两个小时的肚子，我现在吃到这个面它还是 Q 的，酸菜跟里面的豆干还有豆子好好吃哦，夹在烧饼里面好搭哦。皮呀、啊、就是你吃进去的时候就会想到静姐姐那个非常 Q 弹的皮肤，就是很滑溜的那种感觉。超热血懒神滑水，挑战技巧也挑战体能。出发！出发！出发！